会的话，真的是会的。有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比较多，所以他头脑有问题。所以你抽烟，你要想到什么？那根烟里面有这些东西，你要把它放到你身体里面去。所以人家给你烟，以后有些小朋友说：“你抽一根看看。”有一个梅湖有一个小剧场。我们要怎么样碰到以后人家给我们烟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拒绝？你要有这样的能力，你一生之中就不会去抽烟。那我们刚刚知道烟里面有什么成分？一起说，哇！
的确是太害怕了。父母，确实。